腾讯体育11月5日讯，北京时间凌晨3:30，意甲第11轮一场焦点战， AC 米兰客场1-0击败乌迪内斯队，伊瓜因上半场伤退，苏索、卡斯蒂列霍等人错过黄金机会，伤停补时阶段，罗马尼奥利补时绝杀，伊瓜因伤退，米兰前途未卜。精彩回放。红黑军方面，斯特里尼奇继续因病休养，博纳文图拉、比格利亚、卡尔达拉、卡拉布里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病困扰，加图索延续4-4-2阵型，卡西和巴卡约科组成后腰搭档，萨帕塔、拉克索尔特、阿巴特首发出场，伊瓜因和库特罗内组成攻击线搭档。第9分钟，拉克索尔特左路传中，伊瓜因强边攻门打偏。第10分钟，普塞托巨门25米外大力抽射，多纳鲁马倒地将球封出。第13分钟，苏索接中场长传后突入禁区，右路连续变向闪过两名防守球员逼抢后，小角度左脚抽射远角就略略偏出。第15分钟，麦德拉格拉巨门30米处左脚大力爆射就略略偏出。第16分钟，乌迪内斯错过机会，拉萨尼亚接到左路传中，在点球点出摆脱防守其左脚凌空出射，球却打偏。第20分钟，拉萨尼亚左路突入禁区，低平传中到后点，特拉维斯特小角度近距离捅射，球偏出远角。第28分钟，苏索右路内切，被萨尼尔拉扎赢的任意球，苏索小角度直接攻门被门将穆索扑出，随后伊瓜也背部受伤，被小斯蒂列霍换下。第39分钟，普法纳串中，普塞托小角度攻门被萨帕塔飞身封堵。第43分钟，库特罗内接莱克索尔特直传后突入禁区左侧大力斜射，球被门将路索扑出。第57分钟，卡西传球，贾斯蒂列扩大禁区前沿左脚发炮直飞死角，门将穆索飞身单掌将球突出。第59分钟， AC 米兰错过绝好机会，贾斯蒂列扩反击中在奥波库、麦德拉格拉的干扰下强行奔袭数十米突入禁区左路低传，梭索巨门15米处无人防守左脚中炮轰门，球却打高。第64分钟，场上出现争议，巴卡约科直传，库特罗内空切入禁区时与后卫相撞倒地， AC 米兰抗议索要点球，裁判不予理睬。第75分钟，梭索右路其左脚弧线球转射球门远端上角，门将穆索飞身而起单掌将球突出。第77分钟，库特罗内传球，贾斯蒂列霍打禁区线上左脚攻门被门将扑出。第87分钟，乌迪内斯右路传中，拉萨尼亚中路高高跃起头球攻门顶高。第89分钟，恰斯蒂列霍做球，苏索右路内切左脚劲射被门将倒地扑出，伤停补时。第4分钟，替补出场不久的纽伊丁克背后踢倒提速奔袭的恰斯蒂列霍，引发双方球员对峙，纽伊丁克被裁判红牌罚下，原定的补时已经结束。伤停补时第6分半钟，库特罗内左路突入禁区传球，苏索横敲，罗马尼奥利巨门15米处左脚抽射破门，边裁第一时间举旗示意库特罗内越位在先，加图索等人疯狂抗议，主裁判与视频助理沟通后判定进球有效， AC 米兰1-0绝杀取胜。出场阵容，乌迪内斯 3-5-1-1， 伊穆索斯、奥波库、乌埃孔、三萨米尔、23普塞托、19巴利奇。第84分钟，18特拉维斯特、17纽伊丁克。第84分钟，38麦德拉格拉、72巴拉克、19拉尔森施德保罗、77达利桑德罗。第90+2分钟，15拉萨尼亚、 AC 米兰 4-4-2， 99多纳鲁马、20阿巴特、17萨帕塔、13罗马尼奥利、18里卡多罗德里格斯巴苏索、79卡西、14巴卡约科、93拉克索尔特、11博林尼。第73分钟，9伊瓜因、7卡斯蒂列霍。第35分钟，63库特罗内冷血、